上次開過箱咧，隻收音機連藍牙喇叭就係木殼嘅。咁終於咧，又一隻金屬版本拎翻嚟，因為我覺得金屬咧都非常之靚。上次隻綠色就冇拍到片啦，淨係同女仔影咗相咁，但係隻黑金咧都唔錯，所以拎嚟俾大家睇下。咁一樣都係好 detail 嘅包裝啦，個盒又靚啦，部機又靚啦。好，擺喺度先。咁嘅另外咧就都係有天線啦，有充電線啦，同埋有嗰條AUX 嘅線嘅。咁呢個金屬嘅版本咧，同木殼嗰版本咧有兩大分別噶。第一啊，佢係一個光漆面啦，木殼嗰就木面啦，這個光漆面啦。第二咧就係佢後面咧嗰一個 USB 位咧係用 Type C 嘅，木殼嗰個咧係用 Micro USB 嘅。同埋其實金屬這個呢個咧就聚手少少。插完條天線之後咧嚇，咁就靚仔曬，條天線都襯色噶，金色噶條天線。咁啊，除咗呢個金屬殼啦，仲有上次木殼啦，另外亦都有一隻 line 嘅版本，有隻紅帶喺上面，咁就比較玩味重啲，似玩具似精品多啲啊。咁啊，女仔應該中意，我覺得男仔就中意木殼或者呢個咧金屬外殼咧會多少少嘅。咁呢只Musen嘅藍牙喇叭加收音機咧，原價係$949，現在特價咧係$729啊。line 嗰只咧就貴少少，係$890嘅。有興趣購買或者了解更多詳情，可以 click 入下面的 link。